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乐嘉。最近我在录一档创投节目，经常被人问到投资当中什么东西最重要。我过去研究了20年的性格色彩，我当然回答是关于人性、人心和人品最重要。我很高兴能够看到 Vivi 做的一档新的财经投资类的节目《Vivi 闯硅谷》，他把传统的非常死板的条理的，让非专业人士看不太懂的财经节目，加进了很多创新的因素，使得这个节目变得耳目一新，而且有了很多人文的色彩。我期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喜欢这个节目，让我们一起用创新来改变世界。